灰貂山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我画的，我画的。俄罗斯美女呛中国老公行不行？阿富汗老婆两条杠遭妻给国骂伺候。安娜因为我和俄语，她不会，跟我冷战。妈，安娜在别的卢斯基，亚桑布里耶杜布拉西。你觉得我俄语说的咋样呀？会说俄语有啥了不起的？汉语世界公认最难的，但是我会，我会。抖音上有一对中二夫妻西蒙和安娜，时常拍片分享生活日常。阿世说，安娜中文也说得太溜啦。老婆，咱俩都结婚一年了，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？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呢？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一个多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咋不行了？每次吃都是一条干，一条干。妈，一个月了，我还没怀孕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说真重了。要不去补血宝宝？不去医院也行，你们去看个老中医。我妈给我推荐了一个。你能不能别说这个了？你看粉丝都怎么说我的呀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是不是有病？哎呀，这安娜为了怀孕苦苦相逼老公西蒙。咱们这孩子还要不要？听好话，谁说不要了？那你咋就不能努力呢？你自己算一算，几个月了还没怀？你干嘛呀？三十六计最后一个计，我会饿死。切，你俄语都不会了，还回去干啥呀？妈，妈的书啊，电视都我都买好了，就是没怀孕。咋样了？自己不会看吗？一跳干，一跳干。两人于是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。安娜，安娜，别了，两条杠了。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？又混血了，两条杠了。3个月了，我终于怀上了。你别哭，你不应该开心吗？哎，严云邦。还会貂山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我画的，我画的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放心，找回本了。看吧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妈，你也怀不上呀。你是妈妈给你吹牛的，咋了这酒喝的？女人不嗨，体味不稳啊。哦。Much, much, much later. 咋了，老婆？咋了？我要当妈妈了。啥要当妈妈？两天干了。你不会是在逗我吧？你不会是在逗我吧？我的父亲。我要当妈妈了！哎，慢点。哦，对。